各位朋友，我是李家角春运中心同事 Sammy， 今天我带大家去参观大埔中心七座一个高层单位。单位的实用面积是451呎，是两房积来的。这个就是大厅和那个饭厅了。里面的装修其实都挺企理的，之前曾经翻新过的。咁樓底方面啊，都有8.5呎嘅大約。大埔中心咧，其實就係有22座嘅總數。1984年至1987年分階段入伙，有1、2、4、5、6期嘅，呢個第4期。咁呢個就係單位中嘅主人房啦。咁佢內邊嘅實用面積其實都好見使的，因為它的間隔都是方形的，望到林村河景和綠化地帶，還有遠處的山景，其實都很開揚，還有樓對樓的距離都很遠的，那變成空間我覺得 很大咯。採光度也都很高的，因為這個屬於高層單位。這個就是廚房，本身個業主都住了一段時間咧，都需要做翻新工程噶啦。咁大埔中心佢一個優點就係大埔嘅王牌屋苑啦。咁佢有附近咧就有大型嘅購物商場啦，同埋巴士總站啦、灣仔站啦。同埋佢附近都係銀行中心嘅，大型銀行好似係匯豐、渣打、恒生、中銀啊，都喺附近有分行嘅。咁呢個就地下嘅商場入口啦，呢個就叫大埔超級城。我係 Sammy， 電話係94952623，多謝各位。